两个小花篮摆在这旁边，小花架放左边。主管，还有宾客的座位需要新娘确认。新娘去哪儿了？赵乐，赵小乐。 出现了，好切！然后，坐下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每次都跟被捉奸一样，怪不得说跟你闪婚，你妈答应这么利索，有这婚你永远嫁不出去。我相信那个在场的每个来宾都会由衷的祝福这对新人，应该没人反对。 是头猪啊！他还攻击我，他一个劲儿往我身上泼给我恶心坏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基金经理吗？基金经理怎么了？基金经理也不能在家弄个猪乐园养个二师兄啊！基金经理这种收益高、压力大的新晋富豪，谁没点个怪癖啊？啊？怪癖个屁呀、啊！那画面惊悚着呢，那倒霉玩意儿抱个猪在地上滚，行为艺术都不带这么玩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不就是养头猪吗？ 觉得你别跟猪叫劲儿，猪那玩意儿也不好养，它都能养猪了，以后养你不跟玩似的吗？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？夸你呢，夸你呢，算了啊！别呀，你就不能陪我多聊一会儿吗？有这么忙吗？哎，他特别忙。老婆，老婆，喂，好气，好气，松开！干嘛你？ 你又出现了，豪奇啊！现在我们两个已经是合法的领证夫妻了。豪奇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豪奇，舔我一下。我们家豪奇从来不舔男生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臭呗。豪奇，舔我一下。 新房，一切的新生活，哇，好帅，好美啊，老婆，累坏了吧？坐着么就飞机？完美完美，新婚，新房，哇靠，还新床，妈给你开个罐头啊！新娘子，你看看你爸啊，老公，老婆。 哦，一、二、三，人间找我，
你给我看看，不是左边，屁股这边，你帮我看。哎呀，我看一下你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哎呀，啊啊！哎呀，擦亮你别动啊！你吹吹啊！吹什么吹呀？哎呀，你这货是不是你上辈子老公投胎呀？你前男友被他咬死几个藏哪儿了？啊，你说。哎，老公，你这怎么长得磕青春痘啊？啊啊！帮我挤一下吧。喂，哎哎！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是有点误会。今天我们好好聊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是真的很爱，很爱你妈妈，是长久的那种。所以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再打扰我们之间的婚姻生活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商量个事情啊。今天晚上呢，我跟你妈妈就在卧室里面，你就乖乖的在客厅里面。 We are family, OK？ 我们谁都不要打扰谁，和平共处，好不好？嗯，那如果 OK 的确是心力衰竭的症状，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，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你要知道啊，老年狗最常见的病症就是心脏病，这不是因为你们没有照顾好，都是我们不好，我们不应该那么逗它的。 好奇，讨厌，哎呀，全都是你的口水啊！你看，口水娃，嗯，老规矩，忘了抹化妆了，不能舔啊，乖。哎呦，撒娇娇呢，妈妈要去上班了，好奇，你乖乖在家等妈妈，好不好？嗯，等我哦，乖，嗯。 好，七，要不这样吧，亲我吧，我没化妆，好吧？你今天下班早点回来，我最后一班机落地要9点半了。 谁最爱我？好七，谁最爱我？ 谁最爱我？好奇，你真棒！永远都不许忘记了没有？谁最爱我？